或许下次我可以试试 OKP 切，那种直接侧挂式 OKP 切，但那也只能用在 AK 上面啊。哦，你说 OKP7 那种 ，OKP7 那种有一个是圆形的准心，那很难用啊。要用就是用那种倒三角的，但是倒三角的只能侧挂，而 OKP7 就是圆形的那种，它不能侧挂，它必须要用基座。Holy shit, what the fuck?起码还有他妈的两只啊，我的天啊。Damn, he's gone.You motherfucker. What the f- What the fuck is that?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? Oh, you scared now, huh?Now you are fucking scared, huh?他没有穿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穿甲，他觉得自己很潮啊，他没有穿甲，他戴头盔但他不穿甲，潮中之潮啊，潮之帅、啊。
潮之帅啊你，潮之帅啊！也许被打烂先丢了吧？没有吧？我没有打烂他的甲，除非他刚在外面的时候，就是在门的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厕所门交战的时候，我有打烂他，不然的话我没有打到他几枪啊，有可能因为他有打针啊，或许吧。你，这是你。被骗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打死你了吗？所以这个你的甲呢？你是这个人吗？你的甲呢？哦，指令啊 ，OK。这就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之前遇到这个很多人的团的时候，我躲在这个厕所，你懂吗？因为这个厕所非常的就是怎么说难以进攻。当你遇到多人团的时候，你最希望的就是这种直条的走道，或者是你自己先，就是你先发现他们那种，你就是怎么说，你架着，反正就是你架着他们，或者是你知道你侧袭他们，然后他们没有发现，或者是这种直条走道，这个才是你打多人团，一个人打多人团最好的地方啊，因为那种大空旷的地方，他们可以从四面八方绕你，就变得很麻烦。而这种叫单向的走道，最适合拿来解决这种多人团，因为他们不可能全部一起推。对，而且我这个雷不会被丢死啊，因为这个上面是封死的，除非他有办法这样子丢进来啊。啊，他不管丢在哪一个隔间，我都可以躲到另外一个隔间，然后我就不会有事了。陆小妖射随便也中，倒也不是随便也中，你还是要射中该射中的部位，不然就像他打我一样，你看 他把我两只手打烂，但我还活着，就这样。然后通常你在架这种地方的枪的时候，你知道很多人会怎么架枪，就是很明显就是这里嘛，然后这样子，这个是最好预测的、啊，所以你有时候必须要做这一种事情，像我刚刚那样子，就是因为别人一定会猜你在这个地方，不然就是你躲在里面嘛，很少人会猜你就这样子躲在这个。就是这么明显的地方，这是所谓的 out angle 啊，各位。记得学起来啊！打败 ！Shut the fuck up！ 他明明这么有钱，他明明带着这么好的装备，然后他还收 Scavis 跟 DPO 而已。大点基本常识是啊，但是一定很多人不知道啊，信我。如果对方拿的是 KS2 而且配闪光，那结果就如果对方拿的是 KS2 配闪光，那我就会直接你知道开始疯狂扫射，然后回来，然后继续疯狂扫射。其实你被闪下来，你还是听得到声音啊，你可以听对方的声音。就是这种反而这种单条走道，你被闪到你还有救啊。如果是在外面那种地方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基本上没救，因为他要进来，他一定得走，而你可以从声音判断别人进来了。组队穿唯一最好的出来，其实好像这个也穿得不错啊，这几个穿的其实都还可以啊。No, not a bad gun, not a bad gun. How about your ammo? 好、oh. ，记得带好的子弹进来啊，有些这个孩子。好的子弹，极重要，比你枪本体还要重要，这个。四十等啊 ，M4，OK，PK 零六，哇，削翻。
Give me those Procatile. Give me those. Give me those. I'll take this rig.换甲换，但丢这里其实太容易被捡了，我应该要把它放在身上，再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丢才对。你他妈的太长了，哥哥。fuck me。72.2 公斤，嗯 ，OK。这个得要做啦，这个不做是走不了的。Nice raid! I'm not going to be a soldier. If you're a soldier, you'll know.我竟然有一只是打手打死的，他等级这么高不穿甲到底有什么毛病？38等只带腰层头不穿甲，这是哪某一种 cosplay 吗？